韩某上海厂子就是。姐，别富士韩某富士刚强了啊、哦！管理能力不中，等我到宿舍了，这派出所那连管理都没有。哎，看这行李没？你这些都是大堆小堆的。看这行李没？看，那边还有个教室，没人管那东，没人看，丢了丢了也没人弄那。哎，这站两天呢，终于坐着了。哎，够人，这客人不大吧？还没吃饭呢这。哎，真坑啊这。他们是来常住的，这没饭吃，都是吃泡面喽。这来上海的第二天吃三顿泡面，这是宿舍。来给你弄一个。哎，这都买点这吧。嗯，对呀。